赛马会精英杯 B 组星期三晚咧喺九龙湾公园上演分组赛，咁由组入边一个君悦北区咧面对住粉红兵团骏锋嘅。咁今日咧骏锋就派出咗三位咧就新援上阵。咁啊开波早段咧就君悦北区一次死球嘅攻势，咁啊十二码点接应咧有叶卓文批到，可惜后处嘅球员咧就马图斯冇办法接应到，将个波摆入网啊吓。咁今日进攻方面咧，其实前线几多逼抢啦，咁啊可以制造到空间俾球员入涉嘅。咁啊见到三十三号嘅李伦权，咁一次走到禁区入边接应队友嘅直线啦。咁啊面对住门将，想左脚快脚一督啦，咁但系最尾都督翻落去十六号张桂华个心口度，咁啊等佢一步入怀嘅。咁其后右路有一次咧，就系周家乐左脚摆落去禁区入边，咁啊叶卓文争啲可以射入咧赌哥嘅一球啦。咁可惜最尾都系越位在先啊吓。咁啊上半场双方打成零比零平手。咁啊下半场入到嚟咧，见到有一次就系王正德喺右路偷到波之后尝试发难，咁但系有少少犹豫情况底下咧，最尾都系俾叶卓文包到嘅。咁之后就轮到咧就系君悦北区入波出现啦，周家乐接应队友嘅妙传。咁啊，将个波摆落尾柱，见到罗广威第一时间窝里啦，半传半射冚埋去，最尾马图斯能够接应到队友呢球波啦，咁啊射入空门状态，咁啊五十五分钟嘅时间啦，帮助球队领先一比零嘅。咁啊，其后进锋亦都换咗颜色啦，王正德右路嘅发难 cut back 揿翻埋去啦，今日相当好表现嘅李伦权啊，咁啊左脚大位射翻个尾柱。门将扑到都入，咪喺六十五分钟嘅时间，帮球队追翻成一比一平手。咁但系领先唔够十分钟嘅时间，有一次咧后防上嘅失误，陈耀贤左路无人看管，左脚咧揿翻个波落尾处位，同样都系马图斯七十五分钟帮球队领先到二比一。喺九十分鐘嘅時間咧，咪見到陳耀賢有一次想將個波踢前出波嘅時間就踢到對手，咁啊球證咧向佢出示咗一面黃牌嘅。咁而其後咧去到補時階段啦，咁啊四分鐘嘅時間，咁啊跳起咧就阻住門將咧開呢個死球，咁啊球證遲遲咧都未有聲響雞啦，咁啊最尾個波散落陳耀賢之後兩個去鬥跑。然後見到龐卓希咧用手掹住就係陳耀賢，最尾跌低咗，球證先吹雞。最尾球證咧就出示咗面黃牌咧，就俾咗陳耀賢。最尾就兩黃一紅咧，要被罰離場嘅。當時陳耀賢嘅情緒都相當激動啦。君悦北區喺最尾補時嘅階段咧，係要打小個。咁但系咧，最尾都无咗咧，就系佢哋全取三分。咁啊，凭住马图斯嘅两个入波，咁啊，最尾咧以二比一咧，就击败咗骏锋。